率先出场的是来自泰国的江鹏赞，今年二十九岁，身高一百七十五公分，昆仑决战绩九胜三负，两次 KO 对手。迪兹尼斯·祖耶夫来自白俄罗斯，三十岁，身高一百七十八公分，是2014年度昆仑决首位诸神之战的总冠军，欢迎祖耶夫。 这场比赛也是今天的重头戏啊！对，祖耶夫对江东猜，哎呦，现在越打越粘人，是几乎每一场比赛都能看到祖耶夫的变化。对，很少见到泰国选手有这么好的拳。这反而是祖耶夫的拳。啊，又是一记第四。哦，哎，都有，祖耶夫也不错，对，追得很紧。 这个大外旋，有效果。上半身还是比较活。嗯，对。哎呦，哎，漂亮！重拳啊，也不好看，也不好受。贴身的这种祖耶夫的拳就发挥不出来了。稍微中远一点，他能开不能收？哎，对，这江东猜啊，对于这个头部啊，还是爱靠摇闪和移动啊。但是你真的架不住祖耶夫这个频繁的输出啊。是啊，他只要哎呦，对，尤其是像祖耶夫这么频繁的输出的情况下啊。 要证明自己拳，哎呦，哎呦，哇，这个后手直拳很给力啊，祖耶夫也不差，对，啊，这拳比较实，哎呦，是，他这种打法呀，很精准，哎，这个技术武器心，对，哎，你看俩人站定了，几乎，哎，哎呦，漂亮，哎呦，哎呦，漂亮。 祖耶夫的扫腿啊，幅度更大。对，三局体能下降的时候要靠到卫生间那种很老套的打法。哎，对，那其实相对来说看着会有点消极。对对对。啊，漂亮！江东泰拳。哎呦！啊，江东泰还是看盯得很准呢、啊。是。